大家好，我哋等开 live， 因为今日同时我哋现场录咗一个 busking 之外咧，仲会喺 Facebook 啦，喺 Move 嘅 page，Facebook page 嗰度会有一个 live 嘅直播嘅。咁啊，哇！我见到大家都举晒相机，带晒设备过嚟，大家都系有玩开呢个相机嘅朋友。咁我哋依家咧就喺同 live 嘅朋友讲声，我哋依家咧喺时代广场嘅八楼。咁係豐澤嘅 Tech Life 嘅呢個位置呢一度嘅，咁你哋咧想嚟嘅朋友，你哋快啲嚟啦！咁我哋依家都開始噶啦。今日啦，好多隻 Tech Life 啦邀請我過嚟啦，咁大家玩開電子設備，大家都有研究嘅朋友就可以一間聽完歌都喺度行下街，睇下拎埋50元嘅 coupon， 咁咧就可以盡情購物。咁我哋就開始啦喎！俾掌聲先好嘛 ！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 Rachel 林晴啊。咁咧今日就打幾首歌送俾大家啦。咁就係我自己寫嘅一啲歌曲嚟嘅。平時拍片拍得多啦，咁喺 live 唱我自己寫嘅歌咧比較少。今日咧就打幾首我自己嘅作品啦。第一首咧係 Ride。有
you， 呢首歌系 Right。后面嘅朋友咧，如果想听都可以行前啲嘅，唔使咁拘谨嘅，可以行前啲听嘅。咁接住嚟呢首歌咧比较欢快啲啊，大家喺度听歌咧可以一齐拍手。Friday morning we kissed the rain and said goodbye. Monday morning I missed your timeline by your side.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, you shine like a star. How time flies, merry lonely Christmas nights. How lucky falling in love you and I. No matter where you are, I'll wait for you like a star.The rain and say goodbye. Monday morning I missed your timeline by your side.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, you shine like a star. How time flies, merry lonely Christmas night. How lucky falling in love you and I. No matter where you are, I'll wait for you1, 2, 3 countdown secretly， 其實就係話嗰對戀人喺一個好有默契嘅情況之下，佢哋就約定咗，佢哋打長途電話嗰陣時咧，要拎起電話，然之後咧默數三秒先至互相講嘢，就一個好浪漫嘅故事情節。咁其實呢首歌係寫俾一個當時要拍攝嘅短片嚟嘅，咁後嚟呢首歌就錄成咗 Calling You 啦，就擺咗喺我0430嘅專輯入邊，今日都有帶過嚟。我有啲朋友有啲粉絲朋友咧就 inbox 啦，就話想購買嘅。我想問有冇朋友今日係嚟咗想買呢一隻 CD 咧，都可以係啊，舉手可以舉手喎。咁都可以喺現場咧，我有帶少量嘅 CD 過嚟嘅，咁多謝大家支持啦。同埋同時咧，大家見到 Tag Live 啦，呢度咧都有好多嘅聽歌嘅喇叭啊、speaker 啦、耳機好多嘅產品啦，聽嘅 CD 就一流啦。咁所以大家咧到時都可以聽完歌之後喺度行下街咁樣嘅。咁接住嚟呢一首歌咧，亦都係喺0430呢只碟入邊啦。
就叫做《孤独星球》，有冇朋友都有听过呢首歌？可以俾掌声。系啦，我哋就跳出嚟，就继续唱歌，大家一齐听歌。呢首歌叫《孤独星球》。宿舍又寫了一首很 sad 的歌，也都因為這首歌呢就開始了不斷不斷地創作一些新的歌曲，因為有些朋友鼓勵我說你不如寫多些歌啊，我想放在我拍攝的短片上啊，那我開始了先開始寫歌，就一個半路出家的一個歌手，那就開始了寫歌，就出了的很榮幸出了第一隻專輯叫0430，咁就跟住落嚟呢首歌咧，亦都系收录在呢只碟入边啦。咁就叫做《良辰》嘅，就希望大家除咗同朋友啦、同情人度过好美丽嘅良辰美景之外咧，记得都同你哋嘅屋企人咧都要珍惜同屋企人度过嘅时光。送俾大家呢首歌《良辰》。
即使不慣，最怕忘掉了心中牽掛。人目多冷靜夜晚，才留戀美麗落下。怎麼他與你我便是雷神，假裝燈已燈滅是空間。怎麼光陰穿梭他花過，偏偏經不起講不出愛的欠諾。小小的身軀牽你的手，不要放開，但力盡挫折將心加總沒離開，才能讓今天的我相信愛。送俾大家嘅，咁大家想購買專輯嘅話咧，都事不宜遲咧，可以購買嘅。咁我嘅助手 Cheating 嘅可愛嘅小妹妹咧，都會協助大家有秩序地購買啦，咁樣。然之後大家咧可以喺度行一街啦，後面 tag live 啦，有好多。我想介紹下嗰幅畫咯，大家見到嗰幅係畫咧，其實啱啱有工作人同我介紹，原來佢係一個 speaker 嚟噶，咁就都幾得意咯，我覺得。有很多日新月異的科技，所以有很多新奇的產品等著大家去探索的。還有大家都可以問工作人員呢去領這個50元的 coupon 券，都可以跟著可以開心的購物了。所以多謝大家 Live 的朋友都拜拜，我們差不多了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